猜测你的眼神，你的心去哪了？追逐你的眼神，我是金星浩，我还能不要看了。等我就站在你身后，哎，要死了，敏君。你现在是在对我的手掌吐舌头吗？指甲在说话，怎么堵住人家的嘴？打扰了。反正我的肉很快就会消失。继续走。OK。我的妹太可怜了，一模一样，都没变。进来。我在你身后，像在追逐最寂寞的场所。